个律师不找，他为什么偏偏找你去啊？我们律所在竞争志玲的法律顾问。小月，你出去吧，你吵死了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说清楚。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干什么跟他那么亲密啊？我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才不去找他呢。好好好，你跟他吵过几回架，就跟他很熟了。你当我是傻子？你以为你不是傻子呀？啊，人家林启正根本就没拿你当回事儿，你还因为他跟我在这大动干戈的，你成熟一点吧。啊，什么呢？吵什么呢？啊，都多大了，不怕人家听见笑话呀？妈，让人笑话的是他，他抢我的男朋友，不要脸！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男朋友，我跟那个人也不熟。你跟他不熟，那他为什么牵你的手，帮你拿刀，还那样看着你笑？你说电视上那人啊，你这孩子，你不知道你姐有恐高症啊？牵手怎么了？你姐不会抢你东西的。妈，你别总惯着他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都不敢正面回答你的问题，他心虚，他就有鬼。邹宇，你不会因为他移植了浩然的心脏，你就爱上他了吧？小雨，你不会犯糊涂吧？我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什么家庭背景，什么感情状况。我干嘛淌这条浑水啊？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啊？你站住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总把心脏的事挂在嘴边。你就闹吧你。你好。我不认识你，你可能不记得了，我就是五年前你那个案子的律师助手。我想起来了，你那时候帮了我很多。当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想为你争取宽大处理，可是很遗憾，五年都快过完了，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完了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我今天来是想请问你身体不舒服吗？肾病。你想问我什么？我想问你认不认识林启正。我不认识。安倩就是李小慧，对不对？阿姨，他每天都很想你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李小慧。你还记得游乐场的摩天轮吗？每一年您过生日的时候，他都会到那儿去怀念你。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摩天轮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考虑一下，如果您改变了主意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安倩在服刑期间表现一直良好，本来判的是7年，后来减刑1年，还有半年就该刑满释放了。我看他好像身体不太好，是吧？他身体一直不好，2年前检查出他肾功能中度损伤，后来病情一度恶化，几次差点没有抢救过来。监狱里的条件你也知道，按理说应该尽快申请保外就医，但他说自己没有家人，也没有亲戚，也没有家。那这5年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吗？其实有条件的话，应该尽快申请治疗。我明白了。我会充当他的拒保人，马上为他申请保外就医。要是他有什么情况的话，你立即通知我好不好？谢谢你啊。行，谢谢。喂，气儿消了。你有时间吗？我要见你。
想我了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踢我那一脚到现在还青着呢。你要是忙的话，我就去公司找你吧。好，那我等你。 这个明天早上一上班给财务部，这个给法务部。嗯，好的。阿 Ken， 你怎么了？给你个惊喜啊，接你下班。我晚上还约了朋友。 可是今天大哥安排我们在婚庆酒店试吃啊！哎，欣瑶，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种被安排来安排去的感觉。你们要约好了，你们就去，去吧，我晚上还有事儿。Sorry 啊，都怪我不好，我下午逛街逛得太高兴了，就忘通知你了。你看，今天大哥、你爸还有奶奶都去，给个面子了。晚上真的有事儿？那，不然这样好了，给你朋友打个电话，反正都是朋友，大家一起嘛。 算了，咱们先走，我路上给他打。走。我今天临时有事儿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我真的有特别重要的事情，你5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确实没时间。那好吧。 这么巧啊，林总，江小姐。邹律师这么晚还来公司啊？我那个约了欧阳部长过来拿一份文件。他是不是下班了呀？你要是没有提前约他的话，可能会白跑一趟啊。嗯，我们约好的。啊，哎，邹律师，今天晚上我跟阿Ken到婚庆酒店试吃，要不要一起过来？我正好需要朋友的意见。这样的，我就不去了吧。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，我这个外人不好参与的。我先上去了，那你先忙，再见啊，林总，江小姐。哎。 那个欣瑶，我有份文件落在办公室了，我上去拿一下。你给阿翔打个电话，叫他送下来啊。嗯，别，这文件还挺重要的，我还是自己去拿吧。嗯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去。那何必呢？跑上跑下的，多辛苦。我才不怕辛苦呢，我就怕你跟别人从后门跑了怎么办？上车吧。 喂，我是周律师。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周律师，感谢你及时赶过来。你早上离开后不久，他的肾结石就发作了，抢救过来，第一时间就是申请你的探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行，那你们俩注意时间。好的。再给我看看他的照片。
现在他是志凌集团的副总裁，青年才俊，人又可靠。就好，阿姨，要不要我帮你申请他来探视你啊？不，不要。为什么？你这么想他，让他来看看你啊？我知道他过得好，我心里就满足了。他不知道，他有我这样一个坐牢的妈妈。我也不想别人拿我来毁他的前途，我宁愿他留有遗憾，也不想他见到我以后以我为耻。不会的，阿姨，那你能不能允许我跟你办保外就医呢？那你答应我，答应我，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，不然的话，我宁肯死在这里，也绝不出去。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。周律师，有位女士找你，请她进来吧。你好，周宇律师对吗？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呢去精神病院看我侄子，在同病房呢看到个小伙子叫刘强的，托我来找你，请问你认识他吗？刘强？对，河南人，个子不高，然后呢腿呢还有点残疾。哦，他说自己没疯，说你还答应过他。什么帮他打什么官司？看来他说的真是疯话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你说的这个刘强，我记得他。他怎么去了精神病院呢？这个我都不太清楚了。我知道，这个事儿你已经跟我说过很多遍了。这事儿交给财务部去做好不好？啊，我这有点事儿，回头再说。周宇，我麻烦你高抬贵手放过刘强吧。是，什么意思？你把一个民工关进精神病院，不就想继续卖你的烂尾楼吗？他答应过我，出来之后什么都不会再说的。我把他送进精神病院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后来我没再见过他。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吗？你林大少爷动动嘴皮子，底下多少人替你办事儿？上次服装店那事儿不就是这么处理的吗？这是你林启正做人的一贯风格。邹宇，如果别人这么说，我毫不介意；但如果是你，我特别失望。你就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我以为我们之间有了足够的了解，不需要解释。你不敢解释，你心虚。林启正，你做人就是这样，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你为达自己目的，可以把一个完全正常的人送到精神病院里边去了。对对对，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做的，可以吗？你这样的人，我的律所见多了。我以为你变了，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但现在看来，你跟他们一模一样。邹宇，你到底是来这儿干嘛的？你不就是到这儿来找答案来了吗？可是我说什么你都不信。好，你带着自己的答案到这儿来，证明你是对的。为什么感情是这样，工作你也是这样？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已经判罪定刑了？你告诉我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做的？我总在幻想，你已经足够信任我了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我错了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林启正，我希望你怎么把他送进去的，你就怎么把他给我送出来，不然明天早上你会收到我的律师信。我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在你的心里，我永远都是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林启正。你在这儿安心的养病吧，医药费的事儿你不用操心。承建商既然答应私了，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一个满意的数字。谢谢周律师，也请您代我谢谢小林总。你为什么要谢谢小林总？他把你送进精神病院，你还要谢他吗？
其实我去闹事儿，是我一个远房老表指使的。他说只要我去烂尾楼闹事儿，他保准把承建商欠我的钱还给我。可我也不傻，我说你哪来那么多钱还给我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背后是智林的大老板林启哲。我当时脑子一热，也是被逼到了绝路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那是不是林启正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把你送进了精神病院呢？不不不，送我进去的是林启哲的人，我在我老表家里见过他们。哎，没想到我给小林总添了这么多麻烦，他还不计前仇，还派人把我从精神病院捞出来，还给我治病。我，哎，你在公司吗？对不起，我可能错怪你了。阿强，你进来一下。老大，我要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你说。一会儿邹律师打电话，你就说我病了，在医院住院。行。哎，快快快，进来。来，启正。哎，周律师，我是阿强。那个林总出了点事儿，现在手机在我这呢。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昨天好像被什么人给骂了一顿，心情一直都不大好。我今天一大早心脏病给犯了，现在送去医院了。哪个医院？是人民医院。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护士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送来一个叫林启正的病人？林启正？我们这里没有林启正。我今天上午刚刚送来的，心脏病突发，个子高高的。高高的？哦，好像有一个，现在还在急救呢。心虚，林启正，你做人就是这样，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你为达自己目的，可以把一个完全正常的人送到精神病院里边去了。总在幻想，你已经足够信任我了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我错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位施主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，可以跟贫僧说，贫僧替你排忧解难。你出来了，你没事吧？医生怎么说的呀？你希望我有事吗？耍我！别急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，邹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喂，我这两天认得出来啊！你先错怪我一次，我耍你一次，正好扯平了嘛。再说我已经原谅你了，你也就别生气了啊！啊！你死了我都不管你！你都哭成那样了，你还不管我呢？那个死阿香，要不然我早就拍到了。哎，妈呢？睡啦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在欣赏我们家启正侧面、侧后面、后脑勺，帅。什么呀？你照片哪来的？我拍的。你跟踪偷拍他？
这哪是跟踪偷拍呀、啊？这在街上，这叫街拍。小月，你不好好上班，你干嘛偷拍人家呀？你知不知道你触犯人家隐私了？姐，你别以为我不懂法，这又不是在他家，你就当我是他的狗仔队呗。小月，你别劝我，我必须找出我的潜在对手，否则敌在暗我在明，我怎么能够赢呢？就他嫌疑特别大，小林总今天去医院跟他聊了很久的天，要不那个死阿翔拦着我，我早就拍清楚他正面了。只可惜我那小卡片机我推不上去，一点都不给力，我找机会换一个大炮。小月，这个星期妈帮你安排安排相亲啊。我要相亲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我看时不待我啊，就这周末吧，赶紧让他谈恋爱，别老在家上演一个人的爱情剧。我俩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两个人。他说啊，太好了，我心情太激动了，好期待哦。月月，相机借我用一下，我要去取证啊。不行，我还要去找林启正呢。我给你买了早餐，干嘛呀？张月在家呢，你有话快说吧。那个。昨天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？现在没有了。昨天他来的特别突然。你跟江心瑶的事情我不在意好吗？左月，让你说个在我心里有我就这么难吗？我在不在意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还不是照样跟人上演卿卿我我的真人秀。你看你又在拿你的逻辑在推断我。你说每次我在你身后闪三下车灯是什么意思？躲远点。是我想你。这就是你的逻辑和我的逻辑是不同的，但有的时候不是靠逻辑推理的，是靠眼睛看的。如果你觉得我因为你跟江心瑶很亲热就很受伤很难过的话，你错了。你们是情侣，你们只不过是在做情侣最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哭只是因为我的仙人掌，你说他很扎手，我就把所有的刺儿都拔了，拔了之后却发现他很快就枯萎了，我就把仙人掌扔了。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，邹月现在在跟踪你、跟拍你，他想知道你除了江心瑶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。虽然我跟你没什么，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，免得我受无辜的牵连。在公司也不能见你。公司那么多员工，如果你不刻意制造机会的话，应该不用跟每个员工见面，对吗？我姐拿走了我的相机，我现在没有武器了。你有没有那种大炮啊？什么飞机大炮呀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不是给你打过电话说了吗？让你给我找一个狗仔专业照相机。你要那东西干嘛？你赶紧给我回工作去。我不是要用来拍你哥吗？我在这儿呢，来，拍。哥，你误会了，他是要给我们公司拍一些宣传册，要拍一些什么大楼啊、样板间呀、啊、什么的。哦，行，那把拍的样板间的照片给我看看。左月，你先出去。哦。我不是让你替我好好管教他吗？你怎么进我帮倒忙？你跟我说说，你什么心态？你是不是就想看我笑话？不是哥，他那样我也管不了啊。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，很可能会转化成尿毒症。最好的方案是尽快手术和透析，但这个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需要病人的直系亲属签字。我明白了。阿姨，啊，周瑜，你来看照片啊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有问你呢，你和小郑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公司的律师，也是他的朋友。啊，我想多了。我看你为了他的家事这么奔波，我还以为你是他的女朋友呢。阿姨，
医生说了，您的身体需要动一个大手术，而且还存在一定的风险。我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了，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。您没明白我的意思，做这样的手术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的。您还有其他的亲人吗？早就没有了。那我通知你儿子过来吧。不要不要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他。你要是告诉他了，我就立马消失。我不要做手术，我现在我不跟他说，我不跟他说，我不告诉他，我不告诉他。注意影响，注意影响，这么多人呢！我要出来！我把货交给你，我怎么跟老大交代呀？你不是害我吗？你不仁，我不义，别怪我对你下毒手！行，我怕了，我怕了你的。是我堂堂一总经理，成了你的小跟班。干得好！干得好有奖赏吗？行了吧？咦，你怎么脸红了？谁说的？哎，跟我哥一比是吧，还是我好的。要是没你哥，我肯定喜欢你。走了。哎，林总，不好意思啊，等的花都谢了，美女们都等急了，路上有点堵车。走。哎，美女律师怎么没过来？啊，他出差了。我可是指名点姓要请的。是，不在。今天没人替你挡酒。啊，你可要留神找到回家的路。放心。林总，哎，合作愉快，来。慢点，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不能喝太多。林总，我们刚刚楼下等你那么久，这杯得喝了呀。哎，不行，真不能喝，不能喝，我确实是不能喝，不能喝。哎，喝好呗。哥好位置，等你那么久。可以了。3624，36，难道说的是他？小林总喜欢这个样子的。完了，姐，人家的腰在这儿，我的腰在这儿，人家走一步，我要走三步，这腿是怎么长的呀？那，就是这个女的。不过我不觉得她是林少的新欢，她是跟那个姓陆的一起进来的。姐，现在的公主已经不能够在原地等待王子的出现了，因为半路劫道的妖精实在是太多了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我告诉过你不要偷拍，你非要偷拍，难受了吧？该。他怎么了？喂，你不是不想见我吗？舍不得呀。林总好。下午2点，去你带我去过的那个游乐场吧。你约我？对，我约你谈谈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去那儿啊？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在那儿谈，你不要迟到啊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林总。你别生气了，你都不知道这两天我有多痛苦。是吗？我以为你很忙，没有时间痛苦呢。什么意思啊？看你根本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去喝酒去？邹月跟拍你了。哎，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了，那不是生意需要吗？我横竖也不能把人给推开吧。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呢？阿姨，哎，下地走路了。哎，看你今天状态好像还不错啊。是，多亏了你，来，好多了。坐下。哎，泽宇啊，你又来看我。嗯。你别怪阿姨说话太直。我看你啊，对小镇这么关心，对我也这么关心。你和小镇。就只是朋友，
对，我们俩真的只是同事，也是好朋友。他那么优秀，我很欣赏他。我看啊，小镇的心里一定有你。他能把关于我的秘密都告诉你，说明你在他的心里还是很有分量的。阿姨，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！你状态又这么好，我带您出去走走吧。去哪？齐征跟我说，你以前常常带他去一个游乐场。我最近听说这个游乐场要拆了，要不要带您回去再看一看？20年了，都20年过去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。你看这儿都变得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齐正跟我说，他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经常带他到这儿来玩。是，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呢。你在等人啊？阿姨，你想不想就远远的看他一眼？你说小郑，啊，他在这儿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我不要见他，我不要见他，我没脸见他。阿姨，我们走吧。别紧张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不会告诉他你在这儿的。20年没有见他了，你就不想看他一眼吗？20年了，这儿变了，他也变了。我知道你很想看看他。看看他过得好不好。是他。喂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还没到呢，你乖乖的在摩天轮下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啊，行。小郑，阿姨，齐征就在这儿，你只要勇敢的走出去，你们母子就能相认了。我马上就回去。喂，哎，小雨，公司有点事儿，赶紧回去一趟，不等你了。晚上我去你家接你吧。你别走。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就在附近看着我呢？小子。妈。